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我想租一间房子。请问您是想合租还是自己租？我想自己租，一室一卫的房子就行。好的，请问您想租位于哪里的房子呢？我想找距离学校近点的房子，或者靠近地铁站的。需要带家具吗？对，要有基本的家具。您还有什么具体要求吗？房间的位置要向阳，通风要好，另外楼层不能太高。好的，我记下了，请您稍等，我这就为您查询合适的房源。